一走进市场，热情摊商高喊动算，云林麦寮乡长补选黄金周，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和太太陈佩琪一同替林依里补选，民众握手合照，来者不拒。那我们的乡长一号林，有。柯文哲高人气几乎是票房保证，还请全党之力，步重兵在麦寮。但云林麦寮虎尾补选白热化，立法院长韩国瑜八日也会辅选国民党麦寮乡长候选人许志豪和柯主席尬场。他就是这样嘛，他这个竞争，个人利益，政治是一个税务的过程。蓝绿白决战麦寮补选，不担心声量被比下去，因为柯主席恐怕更担心自家茶壶风暴。我就跟他说，林秘书长下命令说不准严禁蔡壁如去麦寮，我去才有票历史，但是他没有反驳我。我8月17，我说你把胡搞瞎搞。似乎没注意到正在直播，蔡壁如的抱怨透过直播大放送。麦克风关掉。反正他爱支持谁就支持谁，我们那里没有推人。他如果我讲一句话说，哦，那主席有帮大家录音，我还会去吗？不会嘛，弟兄有这么笨吗？不要啊，你觉得他是录音？说的就是蔡壁如上个月替虎尾乡长无党籍候选人黄美瑶站台，但柯文哲表态支持无党籍的政代会主席林佳宏，引发柯蔡不和传言。蔡壁如大吐苦水，批评根本是党秘书长周瑜修设局。我们全党一支持一个人都不够，我们说叫谁不要，不够。说到今天这种事情，希望大家一起用心。在中央没有决定之前，那每个人都做。因为中央有决定，因为到中央就是做。就怕有票吵到没票，柯文哲跳出来缓颊，周瑜修也澄清没有的事，判党内争议到此为止。镜新闻综报道，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尽善尽美，尽好新闻。